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静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位于埃德蒙顿西南角的小公园，桂尼威尔 Park。 这个小公园呢，距离西贸非常近，开车只有5分钟左右的路程。今天就由阿静带您来一探究竟。 Let's go。